出红叉子，对暴击。他又 force 他不拉得了。一个声音在阴影中低语，但很少人能听到。那打什么不好？给我整个杰斯，我先掏一手西平 A。哎呦我女神之泪出门，我是咋威胁这么小呢？西平 A， 平 A， 吃药平 A， 平 A。平 A， 平 A 掏，西平 A， 女神之泪出门就没啥威胁。他可能要传送啊！炸，掏，平 A 掏。七平 A， 平 A， 平 A， 掏 W 的七点燃炸，无敌了。水晶瓶确实行啊，不缺蓝。哎呀，我就不这炮车了，小兵不要了。这虚区虚区确实差点意思啊，掏一下吸一下，这果然没出多兰戒，这虚区确实有点低。先这样出吧。皮孩征服典籍，黑暗封印。我们等杰斯要补刀，啪嚓电他一手。为了让洛克萨更加强大。这别人不补算了。掏，差一点点。敢反抗洛克萨斯？距离不够。掏 ，W 的虚炸平 A 往前走了，平 A， 平 A， 平 A，A 接炸，平 A 接掏，算了，没掏到就拉倒了，他躲了我一个炸，我刚好一炸他闪现了，哎，我怎么记得他没有闪现呢？早知我炸不放了，我知他有闪现，我不放炸了。我给忘了他有没有闪了。掏 ，W 的虚炸接点燃，我点燃呢？我操，我点燃呢？我点燃也没有了。回家。有人说黑暗会与他们对视，哎呀，来个仪式的章节吧。敌人犯禁时，就是群众。
盛宴。我的蓝已经比血多了。人们离真相还有五步之遥，而我大概领先十步。那杰斯右边应该刚去查眼儿的。现在不太好杀了。困扰我的不是我看到的。偷。那炸。那再偷。打不了西。炸。这是要给我一炮啊。耗点盐，炸！谢谢，还包接送呢。这炸炸查眼儿，掏劈炸。信哥，哪怕是真相也不例外。掏，劈炸，信哥害怕了。回家了，2100差400块钱。哎呀，那不能回家呀，把他杀了吧，把他杀了再回家，或者是蓝枪帮我把他上塔拔了。跟我来呀，我一个人杀不了，伤害不够，快点的来。好，可以上了啊，这回钱儿就够了。哎呦我小可爱，往哪走？这那算了吧。没死了拉倒吧，没死了我们就再守一波，多大点事儿呢。这美甲切魂面挺贵呀。回家，掏西平 A。你以为我没有蓝，小伙子？我在等技能，你在等什么？
哎，鸡平嘞，白嫖平嘞，平嘞，平嘞，点燃炸平嘞。我们的光平 A 其实都能把他给 A 死。我看到的越多，就发觉潜藏。这个，无敌了。我们再来个小沙漏就可以。杰斯可挺能送啊！我深深的明白，决定走困难之后，这干啥呢？这炸！那辅助加 ADC 有这么膨胀吗？这？哎呦，我下了美甲气魂卷就十成了，给我炸！减速了。上一 Q 的，我也可以闪现掏他，但我觉得没啥必要。掏回来，啊炸！跟亚索吃波蟹，谢谢我孤单一人的超大玩星，掏。我炸！炸 W 吸，行，没吸回来。韧性挺高啊，这韧性。这婉豪怎么这么不怕死？那一个辅助搁这守啥呀？快让我炸点东西！炸！掏炸 W 炸平给炸啊炸啊封墙啊封墙先来个这个再来个这个我的二十层美甲血魂卷没了，16岁开车违法，哎，16岁开车。能让开不？应该不让开哈，未成年不让开车吧？我也不知道啊。那囚女一个人搁那干啥呢？炸平 A 掏 W 接炸和成年有啥关系有驾照就能开对呀、啊、那你多少岁才能有驾照呢你16岁考不了驾照不就开不了吗这不一个意思吗